你吓人了吧你？你是三岁的大力士是不是？对。我可以拿这个很小的石头。那个大的丢下去，就现在这个。这个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大的。另外一个大的，来，这个大的。两只手，对，你丢了抓到，哇塞！大力士，你是戴个项链的公主大力士吗？啊？是吗？你是小公主大力士吗？对。哦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小心哦！哇！哇塞！好了好了好了。没丢中，真的。